放放里头没有。然后只能这样搅，不能这样搅。这个叫糖的也没有错，就只有糖和油这点。其实有没有老抽吗？啊什么？有老抽，开始算了，开很多的算，油算去吧。哇，你都开始准备弄。买一堆东西，我有包费，他给你寄吗？还是你就要去买？不要，他要是有地量的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啊，把累死了呢，这。你什么？这是西川话吗？啊？这是什么话？刚才。什么？陕西话。陕西话。嗯。啊。我这儿有两个，你要不要用？咦？是这样的。我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的，没有，因为今天的面比较硬，啊、还没想好。这是杨幂，杨幂。他会这样，他那种可以擀好多个，每一次。是吧？有一种。要一个。就擀的挺快的。这儿有两个，这儿有两个，这儿有两个勺子，给。我拿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在这儿干。我在这儿改，行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一定要去我们家住，咱们天天吃饺子。I can go and sleep in, but actually I wasn't thinking. 嗯哼，啊。这是那个德国的。西呢 ？No, but that's my first in long time. So 德国饺子。德国饺子。里面有七只。嗯。对呀。哦。赶快给阿姨做剂子呀，各位。做剂子。我包一个看一下。有个辣子面啊，我要烫黄瓜。你给我照相干什么？啊，你走一个。何姐说话可像你了。啊，这个。也是这样的频率。我包的饺子就是这样。放蛋才行的，蛋煮的时候放盐不粘，它不粘脸。看看见了，阿姨，快点给我，快点，快点呀、啊！你看呢？没人给我做剂子了，你看呢？给阿姨做剂子，好，我来哈，搓一下是吧？搓成球。不一定，这个就。按一下就行了。我也是，我也就按一下。有的人很讲究，他要那个什么，他要。我觉得怎么样？和面要放蛋，不要放盐。对。这是包饺子的。那是有些不懂。What am I filming you photographing? 差不多够了吧？够了。还够了。包一点。那面还没够的是吧？啊啊。哎。都开了好久了，没事，你让它盖着煮还是下锅煮？盖着煮，哎呦，好，滚一下，滚一下，开始，我包一个，你叫我包一个。I don't touch me. 没事，放就是。But it's the first time I see with the bowl. 这是 common? 对，都有。你要是去北方，这么多的饺子，对，都可以。黄瓜可以，白菜可以，香菇可以，豆角可以，莲藕可以。嘛，黄瓜可以吧？南瓜不可以，为什么？不一样，因为南瓜是软的嘛，我们喜欢吃脆的。啊。You have to wait until the people are really hungry. Yeah, yeah, yeah. Watch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then 吃嘞，吃了。不是我们买，就是家政公司。啊，对，他们要买那个玻璃水。对。还有那个公司代表，撞死！哎呦！
我拔好，来，哎呀，帮我加上去那个挖上回来。真的。那个有客人吗？不是，不是兄弟的，还有那个，准备没？还有那个。